即马咱要来开一挂时间，互家己身体甲头壳拢安静落来。不管你伫咧倒位，拢会当真舒适安顿家己。那是方便，请你甲目睭开我来。咱为边啊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和咱的胸坎、腹肚、天大，慢慢啊吐气，嘴渐渐慢慢啊，把空气送出去，和咱的丹田、腹肚、甲胸坎拢耐落来，吸气。慢慢啊，吐气。即马感觉到身体当当、沉沉，坐伫咧椅仔顶。咱搁再一次，胃边啊吸气，嘴渐渐慢慢啊吐气。把所有的紧张、压力拢抛离开脑海。今嘛，咱要来做一个日式的冥想哦。亲像咱今嘛行伫咧一条宁静的砖卡小路，日头真温和，照着咱的脚脚片，鸟啊伫咧唱歌，空气清芳温和，深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啊吐气。迈行了，想赶紧，脚步慢慢，沿着这条小路，头前遐有一道高声门呢，伊敢那咧甲咱邀请，咱决定来个拍开。拍开的是门叽叽嘎嘎的声音呢，哇！咱来到一个大花园，花开得满满是，草啊青青青，树啊照大丛会当掠凉，蝴蝶飞来又飞去，咱来深深吸一口气。闻到水灵的花香，听到鸟啊伫咧唱歌，宽宽吐气，慢慢啊吸气，感受着微微啊风吹过咱的规身躯。温暖着咱的皮肤，咱规个精神拢好起来了。深深吸气，宽宽吐气，准备好了后，继续向前行。沿着这条小路离开着花园，咱即马来到一个树拿，树拿来真恬静，树啊点点徛伫遐，日头光为树啊摇中央压落来。
咱来深深吸一口气，看看吐气，闻到树啊甲土地清香，敢若有听到水流声，附近有溪啊哦，沿着这个声音，咱来到溪啊边，深深吸一口气，看看吐气，真清凉，真舒爽。咱沿着这条溪啊，继续向前行。溪水真清，溪啊内原来有石头，有沙窟，水宽宽流。空气真清爽，咱过来深深吸一口气，看看吐气，看看行，头前充满着日头光，一个真开阔的所在。有一条小瀑布，水位高高的所在，慢慢啊下落来，下落地下底。这个所在真舒适，真宁静。咱来坐一个所在，坐落来。好好啊来欣赏，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宁静，这么水的美景。咱来深深吸一口气，看看吐气，感觉真爽快，拢无人甲咱吵。咱来好好啊享受，深深吸气，看看吐气。过过一睏啊，咱就要来转咯。好好啊，吸气，看看吐气。咱踏着轻松的脚步，要来离开这个溪仔边，沿着这条小路，咱又过来个树拿，这平静的所在。阁继续向前行，又阁经过花园了，咱来深深吸一口气，闻到花香，慢慢啊吐气，看看，阁继续行，咱离开了花园了。咱暂时要来离开这个庄稼所在，
咱即马感受到家己身体病症头壳清醒，你会感激家己，提醒家己，只要咱想要休困一下，想要恢复体力，让头脑平静下来，拢会使过来遮甲坐一下哦。今仔咱们来结束一个日时最眠梦的活动，希望你把这个方法炸回去，在你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再载一次来运用。我们来深深吸一口气，宽宽吐气，准备好了后，咱就来打开目睭。